苏宁集团向所有参与内部借款的苏宁集团各产业、苏宁易购员工们发布内部信称，苏宁集团近期继续筹措资金偿还员工内部借款。根据筹措资金到位情况，今日已经完成偿还员工借款本金的1%。集团力争在2022年6月30日前将全部本金偿还完毕。内部信显示，苏宁集团称始终将偿还员工借款作为头等大事，筹集资金一旦到位，及时偿还。